怎么？真的吗？简直是一位美女站在我面前，哎、真的哦！那我明年可以列入飞哥的十大排行榜里面。哎呦，有机会吗？对，鼓励一下。动过那一段时间是很辛苦的，对啊，是个过渡时期啦。因为戴牙套的时候啊，很多东西不能吃，然后又很丑。我曾经把一个小孩吓哭，你就知道那有多惨，你自己心里面会很难过。而且之前有两张专辑都是戴着牙套出击，那个时候会觉得有点发音会不会漏风啊？其实是还好，只是因为我龅牙，然后又加牙套的那个厚度，等于是我唱歌唱到要闭口音的时候要。对，就要这样包一下，对，就是速度会比较慢一点。很成功，非常好看，谢谢。玉此如贝，那重点是到底能不能明年的十大美女有没有？其实后面是背后是很黑暗的，演艺圈是要付出代价，付出的很多。你像玉芳啊，多少个晚上啊，你没有办法睡觉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年来。我是说练才艺啊！哦，对，你要讲清楚。好，我以后会努力。对，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是很典型，他最拿手的。对，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是唱抒情的歌比较多。是。那我今天也希望能够唱一首抒情的歌，但是里面有加一点戏剧。哎呦，才能把感情推到极致。对，没错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要带来这首歌叫做《We Do在班扣》。等一下可能要请玉芳姐当我的妈妈。我讲说登上十大美女，现在变十大妈妈其中之一啊，客串，然后对，因为她平常也是演员，她是一个你知道很好的，所以她帮我一下，我喜欢 OS 啊，对，如果爸爸可以的话，也可以来选的。玉芳其实蛮有那种母性的那种美，对，到最后一段的时候，妈妈也可以跟我一起唱。哎呦，你不怕吗？真的吗？啊，不怕，最后一首歌了。好，我一丢再来歌，叔叔妹。就免出去啦，是啊，明仔你就自由了。阿母，你来怎样？哦，我乃唔知咧，早起王阿霞有来，我已经将你卖予伊，电器嘛已经退了。阿母，唔是啦，是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，咱来搞小心。虾米？哎呦，一万块！你以前不是说哪有一万块就要让我自由，要这阵哈，我跟你说啦，这阵时机已经不一样了，一定要十万块才会赢的啦。哎呦，我就是从你买给王阿霞十万块啦。阿母，我不啦，什么不啦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死查某囡仔，我反正是今天不想了。
下发起了哦。谢谢我们几位可爱的舞蹈老师，谢谢。这个歌你唱起来真的是有味道，真的吗？我坦白跟你介绍，我是什么人？哎呦，啊，你什么人？小生姓王，嗯，人拢叫我阿霞。我来，你就是王阿霞。早起那你啊，免惊啊，我今麦已经决定要反悔一条代志。哎呦，要何你答应？你迄个查甫朋友的10万块嘛，我出来。所以拢总是10万块，10万块。而且你唔免缀我走，对你的心肝爱灵去，我已经嫁意着恁老母。我感觉恁老母好啊，就俗称我俗他妈妈就叫恁老母，因为我这个人真土的，恁老母较好就是较好。真的很棒，谢谢。有那位他最适合。芳姐演的好好，真的。哎呦你啊，本性拢夹出来。小米，小米，他把我吓死。而且刚刚推那一下，哎呦，我还爬不起来。就不是安排的，是真的把他推的。哎呦，这闹的。踩到裙子然后跌倒，哎、还真的爬不起来。请假不干单，谢谢。下次再找一个什么刚多雅物啦。哦，一心哈带地瓜很多口白的歌，那其实我觉得在蓝空是大家比较熟悉的。下次有机会再来多表、表演一下。好，谢谢北哥。这个这张唱片卖得很好，好不好？okay, 谢谢苏妹。谢谢